第一题，他们在哪里？ A. 银行 B. 教室 C. 邮局。他们在哪里？ A. 银行 B. 教室 C. 邮局。第二题，明美准备带什么去旅行？ A. 她准备了衣服和雨伞。 B. 她准备了雨衣和手表。 C. 她准备了衣服和手表。明美准备带什么去旅行？A. 他准备了衣服和雨伞。B. 他准备了雨衣和手表。C. 他准备了衣服和手表。第三题，书桌上有几本书？ A. 桌子上有两本书。B. 桌子上有四本书。 C. 桌子上有十本书。书桌上有几本书？ A. 桌子上有两本书。 B. 桌子上有四本书。 C. 桌子上有十本书。第四题，图片里有什么？ A. 一碗面 B. 一碗饭 C. 一碗汤。图片里有什么？ A. 一碗面 B. 一碗饭 C. 一碗汤。第五题，这个人在做什么？ A. 打篮球 B. 打网球 C. 打棒球。这个人在做什么？ A. 打篮球 B. 打网球 C. 打棒球。第六题，这位学生怎么了？ A. 他在哭 B. 他在笑 C. 他在说话。这位学生怎么了？ A. 他在哭B. 他在笑 C. 他在说话。第七题，墙上有什么？ A. 墙上有花 B. 墙上有窗 C. 墙上有画。墙上有什么？ A. 墙上有花 B. 墙上有窗 C. 墙上有画。第八题，小张在哪里？ A. 他在餐厅 B. 他在书店C. 他在办公室。小张在哪里？ A. 他在餐厅 B. 他在书店 C. 他在办公室。
第九题，这位先生正在做什么？ A. 他正在买菜。 B. 他正在煮饭。 C. 他正在洗衣服。这位先生正在做什么？ A. 他正在买菜。 B. 他正在煮饭。 C. 他正在洗衣服。第十题，图片里的天气怎么样？ A. 下雨。 B. 下雪。C. 晴天。图片里的天气怎么样？ A. 下雨。 B. 下雪。 C. 晴天。